以顺利的成功上线，也要非常感谢在座我们有相当多与会的长官以及贵宾大家的一起支持。所以首先我们接下来要花一些些时间为大家唱名介绍我们在座与会的贵宾，待会也麻烦请介绍到的贵宾可以跟大家挥挥手一起来打招呼。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基金会我们最美丽的董事长陈美玲董事长，介绍的就是在背后，当然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副市长，我们的叶泽山副市长，欢迎，谢谢我们的叶副市长，今天特别莅临我们的活动，大力的给我们支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谢世渊局长，给大家掌声欢迎，也谢谢我们文化局的指导，谢谢我们的局长。那紧接着上来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今天主办单位，也是我们思维达创新科技创办人暨执行长邓万伟执行长。执行长，好，那当然呢，紧接着上来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我们在台南市议会当中相当给力哦，非常支持我们的议员。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蔡宗豪议员，欢迎，欢迎我们的议员。好，那还有我们的许志春议员，欢迎，议员好，欢迎议员。好，那继续还有我们的余祝清议员，欢迎，议员好，还有我们的沈正东议员。议员以及我们陈怡珍议员，欢迎，好，在我们的后方，欢迎您。好，那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议员团队代表，首先是我们邱丽丽议长的团队代表，掌声欢迎我们的陈秘书，欢迎。继续是我们杨忠诚议员团队代表，欢迎您，以及我们的曾芝杰议员团队代表，欢迎，欢迎我们的陈代表。继续是我们议员黄丽昭议员团队代表，欢迎，也可以跟大家挥挥手，以及我们林美燕议员团队代表，欢迎，欢迎您。好，那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倚天酷机的营运长张国贤营运长，欢迎营运长好。好，那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四点大天后宫常务委员及我们台湾之冠公司副总经理侯锦洲副总，掌声。以及我们台南四点大天后宫张文辉常务委员，欢迎，欢迎我们的常务委员。好，那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天坛暨五条港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侯美惠理事长，欢迎我们侯理事长。以及我们赤坎澎湃商圈发展协会吴俊成理事长，欢迎理事长好。好，那继续还有我们赤坎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张根华理事长，掌声欢迎。好的，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有相当多位的长官贵宾哦，刚刚莅临到我们的现场。好，那还有我们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团队的代表，欢迎。好，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现场是我们陈廷飞立法委员，好，我们的委员跟大家挥挥手。好，那我们当然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各位现场与会的长官贵宾哦。那待会呢我们再来不及为大家补充唱名的，我们稍后再来为大家介绍。那当然我想今天这个场面又办在我们的大天后宫哦，当然就要邀请到我们这个天后级的女神，这一位很厉害了，她怎么这么逆龄哦，可以越活越年轻，这样她不只是我们的台